欢迎收看新奇游戏频道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姆西。英灵神殿这个游戏的话，由于它内容比较少啊，我们今天这一期呢，基本上就是暂时性的最后一期了。我们会把第四个 BOSS 和第五个 BOSS 呢全部打掉。在上一期中呢，我们是搞到了银啊，我们会先用银套去打第四个 BOSS， 然后呢做出这个厚铁套还有这个黑金武器啊，我们去打第五个 BOSS。献上三颗龙蛋，开启四号 BOSS 冰霜龙母。东西忘吃了。好，英文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这只龙有点卡。冰霜龙母，我操，怎么飞那么快、啊？这只龙有点卡，不是它快，是它卡住了。哇，这个冰霜龙母，我靠！喷了我一脸，我的天哪！但是它卡住了。飞了，飞了，飞了。哇，瞬间腾飞，妈耶！这个龙还是在瞬移啊，往疯狂瞬移是吧？不懂，是莱姆就是因为黑女毒啊，趁我们没有小鱼精小鱼兵弓箭炮吧。你们看这龙在动吗？我看这龙在。在动啊，一直在动啊。天上不动了，我看它。我传我传导。在动，他把我打成半条血，救命！我感觉啊，这只龙它不是龙啊，它就是吸血鬼的金巨兽吧？你仔细看看。不是，这不是兽人的那个双足飞龙。确实，双足飞龙有点像。他就是飘一会儿，然后瞬移一下，飘一会儿瞬移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打出伤害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出伤害。我的灵符盾他变。你看他喷一波吧，有很多的那个冰弹，每一发冰弹能掉我38点血，我还没举盾，伤害太低了。我举盾了，他把我盾给破了。那你的38还吃了我没发。他好像只有这个技能啊，就是喷这个冰弹，喷那个冰弹吧。哎，他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我上。等了以后我动手。哎，不可能，他咬一口才十滴血。这个龙弱的有点离谱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个三 boss， 那个史莱姆应该是四 boss。这个龙唯一。我打一血。你看我都不需要挡，你又掉不了多少滴血，对吧？掉不了多少血，好弱呀他。能不能这么弱呢？好弱呀！作为一只龙，被一帮凡人摁在脸上打。哇！我操！掉的什么东西啊？这类似什么 ？Modern tears。龙的最后一滴冰冷的眼泪，充斥着神秘的力量。龙头在我这儿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第四个。龙头，航行时总是顺风。好流畅啊，他们这个龙，刚刚我们那个龙打得跟个 PPT 一样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流畅吗？很流畅啊。我这个他根本就啥也看不着。我看的也卡了。我看着挺流畅的。看不见的龙。直接射，离远一点。他不落地了吗？他落地了呀，对啊。他是不是要飞走了？没有，他跟个小憨憨一样。太弱了。这个龙，我本来以为是太卡了，限制了他的实力，现在发现并不是这样。史莱姆多难打呀，这个真的是太菜了。他就是单纯的菜呀。哎，看见蛟龙了，母鸡在这里，看见没，萱萱？他那瞬移呢，他在那。没看见。错了，掉头。反了，母鸡。反了是吧？就在你们旁边是吧？我已经拉住他。好的，我来了。我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我先站起来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蛟龙了。这个距离离海岸也还行，也不算太远。来，黑子，你开下船吧。我来拉他。没接力你啊 ？OK。没接力你。好的。我拉住了，走，黑子林往岸边开。我们两艘船轮着拉。轩轩，你拉他，我开船。你有毛是吧？轩轩，你拉他。轩轩，你看母亲那边断了之后，你拉他。哎，我这边断了，莫名其妙断了。
抓住了，走走走走，趁着现在还没有断，赶紧走。嘿，好大一只鱼，好肥一条鱼，只要把它拉到岸上，它就会掉这个鳞片。有了鳞片，我们就做龙鳞盾了。挂上去了吗？清怪，没怪，现在没怪，拉上来。先别打他吧，我这算拉上了没有啊？哦，拉上了，现在拉上了，可以杀了，可以杀，杀！死了！五块蛟龙肉，一块蛟龙鳞，这个是比神阿是用的那个三级的蛟龙鳞盾，也是100点的格挡，咱们这个盾也是100点的格挡，到底还是这个黑金盾更强一点，因为这个龙鳞盾要减10%的速度。黑金盾上面显示有这样利益，有这样奖励的，不知道这个没有显示的龙鳞盾是更优秀啊，还是更差。大白天掏出龙鳞盾，我们来对比一下，掏出我们的黑金剑，这黑金剑好大一根啊，黑金属剑，113的劈砍，乖乖。关键是这个盾牌啊，你们看这个盾牌，绿绿的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和黑金盾能更帅一点？我是感觉这个黑金盾更帅一点，黑黑的，红红的，然后有几条锁链。如果用黑金做这个塔盾的话，就特别像混沌的盾牌。那么在穿着厚铁套、手持黑金武器之后呢，我们来单杀一只牦牛啊，看看我目前的实力如何。191，再来一剑，再来一剑，然后呢还带毒，然后翻，有一点延迟啊。好的，如果我们光用弓箭的话呢，杀它非常容易啊，但是我们用剑盾试试看。一刀，两刀，一刀只打了15点血吧？贵鬼37，贵鬼34，不行，还是要用挤，反大型。46，62，63，稍微花点时间啊，我用反大型的长戟呢，把这个牦牛的血量呢修到了最后10%。那么最后这点血量呢，我们用刀盾弹反给它搞定。成功了，听到这个声音没有？但是它并没有踉跄啊，这家伙并没有踉跄，我们再试试看。不行了，没血了。47，勉勉强强还可以再试一次。成功了，砍！再来一次。这只牦牛就会被我们弹反致死，成功！再见了 ，knife， 呼呼！弹反果然还是很强啊，哪怕你用这个不反大型的这个剑盾，也可以打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伤的这个伤害。我们整张地图呢是这么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张地图的这个伤人呢是这么多啊，你看看它这个分布的位置啊，多阴间，你自己说说看，多阴间，在整张世界最边缘的地方有一圈的伤人，你说是怎么可能找到呢？是不是？耶鲁帽，矮人光环，携带式的不灭光环，腰带应该是加负重的，对吧？你这个头灯就是永久光源是吧？对啊，但代替了我的头盔，你看到没？寒冰锤出来吧！nice， 我看这玩意儿升级要什么东西啊？他如果还要这些东西的话，我就吐了。哦，他升级只要银，15个银，那正好我去拿银了。30个银也升掉，下一级呢要60个吗？哦，45个，行，15、30、45、90，升级用了90个银，然后制作用了30个银，一共用了120个银做一个4级的寒冰锤，炫酷，相当炫酷。我们是人类的身躯，诺斯卡的装扮。矮人的武器，色虐的思想，这个是最关键的。你暴露了一切啊，年轻人！之前我们打这个第三个 boss 的时候打得特别费劲啊，现在我们整了一套这个冰霜锤啊，还有一个黑金盾啊，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打单挑单掉，包括这个什么抗毒药剂啊，这个蜜酒药剂啊，耐力药剂啊，都准备好了。你做出了牺牲，然后我刻一瓶这个抗毒药剂，来吧。之前我们打他的时候，在这个树上面疯狂射箭，然后人间在下面疯狂拉怪，然后呢还造个那个什么，那个篱笆把怪拦住。哇，现在刀刀黄字，钝器克制这个邪不恶灵。然后有那个免毒的那个东西，
也不怎么掉血，没蓝了，吃一口中分耐力药，耐力疯狂回复，有骷髅，有骷髅这个塔锤爆，乖乖，然后接着锤。我们之前打的话呢，是一共打了50分钟啊，我们大概有6-7个人次参与了作战，打了50分钟，有人近战，有人围，有人拉怪，有人射箭，打了50分钟。我们大概这次打应该就花个3分钟吧，差不多3分钟。哎，我这个翻滚是被他打断了，还是被旁边人拦了一下 ？OK， 原来打50分钟嘛，现在我们打3分钟嘛，反正就是10几倍的效率差距啊，10几倍。我们这现在几个人？我看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5、6个人啊，再打一次。上我一个，我在屋顶上。好的好的，争取1分钟之内把他锤死。我靠，这个掉血量。1分钟，20秒。我靠，这个大黄条看得我好爽。当场锤爆，多长时间啊？没注意啊，我估计30秒吧，30秒差不多。buff 已经套满了，面前有一只丑地精狂战士，又到了我单挑的时候。这家伙的体积已经和巨魔差不多了，相信没看得出来对吧？但是这个人好像智商不太高的样子，啊，都不打我，你看，哎，我可以打他，他不打我，这不是个憨憨吗？哎，现在我不是辅助，所以说的话呢，总归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哎，为什么弹反打他不是那个黄字啊？又一个弹反，可能是我的武器不太适合打他，应该是。锤子打他可能不太合适啊，我估计用什么长矛之类的东西打他才会出那个黄字。万事俱备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英灵神殿的第5个 boss， 也就是最后一个 boss。亚德鲁斯，趁他出来之前锤他两下，用重击，用中间的重击。这个耐力，五光十色的，什么都看不，哎呦，还挺疼的，烧的。这是一个古人吗？是骨头人，然后会召唤天火是吧？对，召唤天火。哎，我能拉着他。我们带着有一个弓在刮痧呀！我为什么已经掉了半小血了啊？什么玩意儿？他烧的挺疼的，好像是，好像是烧的挺疼的，但是因为没有抗火，就有点尴尬。再拿箭射吧。我真感觉我的剑在刮痧。剑打它是灰色的，是减了很多伤害的。哎，它是不吃毒伤吗？好像是不吃。这实力好弱啊！好像是不吃毒伤的这家伙。我去锤他一顿。锤子打他的话呢是白色的，相当于是补伤。那我如果拿长戟打，一点伤害都没有受到，好吗？我刚刚吃那么多东西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是弓箭手嘛，相对来说安全。戟不行，戟打他只有10几点血。那看来锤子就是打他最好的武器。跳上去，爆锤。然后的招数好像就是拍地板，然后召唤陨石，然后哦，然后这个雾气也有伤害，这个彩色的雾气也有伤害。一个迷魂毒杖，一个火雨，还有吗？哎，不要用你的英勇的战士已经牺牲了，鬼谷好像差点也牺牲了。佩森已经死了吗？我已经变成了一座坟头。林霄也快死了，他这个毒雾有点烦人的呀。不是，我被他一个火球砸到。刚刚还说自己吃血没用的是吧？瞬间知道有用了啊！我被他一个火球砸下去，然后摔死。不过我们这个时候再召唤第二个 boss 怎么样？等我们打完之后可以试试。我只需要绕着这个柱子，然后回完耐力打一套。不是。趁他喷的时候先打一套。这可以召唤第二个啊？你想说什么？这可以召唤第二
你真召唤了第二个啊？他在你后面。哦，真他妈！那不对呀、啊，那我们刚刚打的应该是第一个呀，那为什么打他没有显示血条呢？现在全显示的是第二个的那个血条。好，那可完了。那如何才能知道第一个还有多少血？打死不就完事？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他喵的在第一个旁边打的时候被第二个火焰喷了，我他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我回个血！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的打掉 boss， 我出来两个，我可吐了。完了，我又被喷了，我拔线了，再见。第一个 boss 的话呢，其实只有半条血了。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第一个 boss 集火打掉，在这段时间之内让第二个 boss 不捣乱就行了。没事，母亲，你直接回之前的时间就行了，那 boss 不在原来的地儿。我要把血回满。都是林娇的锅。谁？我刚刚是谁说的？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。确实很有趣，妈蛋的。我就随口一说呀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当真干嘛？传送门被拆了是吧？传送门被拆了。问题就是传送门被拆了，我怎么回去？这个就是拿那个休息好了的 buff 呢？我再造一个。哎，不对，我没有造老屯儿。哇靠！八十，拔了吗？拔了。你是不知道有多恐怖、哦。正面我吃了一发火焰雨，回头准备跑，撞在毛牛脸上了。我们现在在十二特尔的世界里面啊，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整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林霄的世界里面。只能这样子。楼上的这个箱子，哇，史尔特尔的世界里药也太多了吧，我的天哪。稍微拿一点吧，给你付一点东西当做这个。这都什么东西？魔山菊种子，白骨碎片，黑金子碎片。拿完休息 buff 的我又回来了。小心，小心，传送门里出来的各位小心 ，BOSS 就在脸上，好吧。我先回复一下奈子，上，干他喵的 ！OK， 母鸡，你现在死了，我就出事了，传送门没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啥？传送门又没了。这么尴尬的吗？好，正好我食物没了，可以再吃一轮，很好。来，黑森林，我们开个技能，开个技能。你们赶紧开个传送门吧。黑森林，你还有那个材料吗？再造一个，对吧？没有，没有锻造锤。锻造锤，我有啊。你是说那个工具锤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有。进。我有。来。我造了个地精老大。黑森林，多造一个吧。啊，不对啊，你多造一个，他从那边传到这边。我就笑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个亚格力斯快死了，刚刚谁锤了他一波？凌霄是吧？人间一起上，把他干了！好，我以为他有哇靠！哇靠！好痛！吃个药，再打一炮！收的好，那这家伙！我现在200点，我靠！我刚说我有200点血，瞬间被烧到了只有66了。我刚刚是不是正面吃了他一发那个火焰激光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没了，我刚放过。这俩 boss 怎么在一起了呀？哎呀，你们赶紧过来，我有技能。母鸡不要动，动，停一下。嚯，你在八线？神他妈不要动，神他妈不要动！我拿点药给林浩带过去。往返于各个世界之间，我就是世界行者。啊，你就是世界的破坏者。我就是混沌了。我就是混沌，一波一波的入侵被打回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世界守护者大骷髅，我的天哪！有耐力药吗？耐力药有，耐力药有。来。我说这个秘境何处？来，黑森林，你要吗？我不用，你先打，先把那打了。我带的不知道是第几个。最后一点，哇靠！
没事没事没事，死不了死不了，吓我一跳了。我在想我要不要进去，我在想我要不要进去，他又要喷我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打我，你知道吗？冲啊冲啊，最后一次血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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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躲在这儿的话呢，完全不怕天上那个东西，但是这个直线火焰还是要怕的，我跟你说。挡住了，挡挡。石头直接塌了，我的天哪！我没死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。我竟然没死。如果石头掉下来有伤害的话，你八条命就死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没死，你现在怎么出来的？他确实没死，他主要那个没伤害，你知道吧？我死了，什么？你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死了？我被火球打死了。火球打死了。这个腾空嘞，这块石头腾空嘞。哎，我发现关于近战反而好打一点，贴他脸打。子杰，你说雨天哪？要死！OK， 死了。那近战好打多了，我要死。那个凌霄近战砸一棒子160，你知道吗？我靠！我砸他一下60，发蛋子。我基本上砸他一下100多。我拿的黑金剑，我没有拿那个，没有拿那个冰锤。你是不是暴击了？不平砍的，没暴击，全部是白痴。哦，这是暂时还没出更新的，还没更新的下一个。就跟那个水晶一样，就是你拿了之后没有解锁任何配方。亚格鲁斯战利品，死亡的卫冕之手。上去吧，弟弟，火，那么大个，减少受到的魔法和闪电伤害，魔法和闪电伤害。这个毒算魔法伤害吗？不算。上面写了冰霜、火焰、闪电。那刚刚那个 boss 放的火焰应该算是魔法？那个应该算。来来来，直接近战把他撸了，不跳到他。扛起我们的盾牌，给他顶住。不用盾，不用盾，直接锤，直接锤，直接锤。锤。再锤。哇，你在哪？管他在哪，砍就完事了。他在地上。哦，看到了。一个天火把我砍灭。一个天火。天火他只会砸自己头上，只要躲他身下就可以了。我就掉了那么70点。别哼着，你怎么死的？我他妈也要死。说真正的勇士就不会死啊！不，你跑，他这个火球就砸你。不是，你们身下人太多了，我没挤进去被砸死。又来了！没事，不要怕。没打着我。就随手。我是回山寨里，我出来回山寨里。你也是吗？我差点就进了。好，可以了，我回完了，我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就提倡勇士。你看，我们在他身下这样砍，应该是刚才那个好使没有。他的 buff， 他那个 buff 就能喷。哎，他这个直接砸在了高处的那个爪子上，好家伙！来呀，直视我，戴宗。你们耐力都这么多的吗？我怎么打一会儿没耐力？你们这么多耐力啊？有点太科学了。刚吃药啊？你没吃鱼肉卷？我克了呀，我克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我要抹了。不要怂，他就一次血了。不要怂。你看，只要一怂，真的，你们头上的那个火球啊，绝大部分都是被爪子挡住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对。所以说要跟他们硬刚，他都是被爪子挡住的。那我再招一个啊，要吗？我还能再招一个，来，再来，别停，来别停，再来别停，可他不要黑心。造两个，直接造。这次我也要钻到他的胯下去了，我看你们那个位置都给我挤满了，我都进不去。是有两个、哎，两个位置就够、哎。我只能在他尾椎骨的位置打，你知道吗？黑不黑？没把他卸了。再来，再召唤，再来一次。我要钻他胯下去。再来一次。没事，这跟你说，这是一个人可以钻一个 boss 的框架。来三次，再召唤。
三只，站在他胯下。这次我必不可能。再来一只。这次我必不可能逃。别走。五只，四只。再来。我觉得我八十四滴血有点危险。没了。我又想逃了怎么办？看我们周围有多少只。我又想逃了怎么办？打完。五只还是六只？母鸡你没退是吧？我先退了。我还没退。哇，这里是哪？我还没退。我五十一点血从他们身边走出来了。我靠，这是几只？六只还是五只？反正我把身上的身，我们三个把身上的东西都吃了。我不干别的了，我就看天了。母鸡，你知道我看见什么？我看见轩轩直接被交叉火力喷死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呀、啊，步子多了可不就交叉火力吗？告辞。我还是做个抗火药吧，我还做个抗火药。抗火药好了吗？我想继续撸他了。我也想吃抗火药，去干他了。来，应该就剩我了。我数数有多少只啊？一只。来，下一个喷火，让我看看下一个在哪儿啊？两。哇，黑子，你把他勾跑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勾飞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他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飞。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谁又造一只？哇，这个钩子，哎，这钩子效果好好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分配。也就是说你分配的好的话，一人可以控制住一只，对不对？说话你就在招五个，我们也可以打呀，五个人各控一只，然后两人打一个，对不对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没错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万一话是这么说，你人不没有他爆的多怎么办？这周围本来是一个爪子有五根的，现在只剩下了看我要一三三三根半，三根半啊。母姐，我很严肃的问你，万一人没爆多你怎么控？人没 boss 多，你还弄那么多 boss， 你是不是疯了吗？啊！哦，别看有五个 boss， 他们根本杀不掉我的。我要被喷死了！我跑贼快，我跟你说，休息好了加带力药，根本没有人杀得了我。真的吗？我都不停的，我一直在绕圈，我都不带停的，好吧？那你们怎么打死他呀？打死他是不可能的，拿来练练耐力是挺好的。那正好拿个练。我是怎么起火的？我现在都不知道一个 boss， 两个 boss， 三个 boss， 四个 boss。母鸡，我开个那个什么加格鲁斯的技，我要死，这药放完，哎呀，放可以啊。我被他人力宝藏天球打死了。人力宝藏天球，怎么还有丑地精在这儿、啊？吃一个血药。那，对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五个 boss 中间，六个 boss 中间。辗转腾挪一番，确实是六个啊，确实是六个 boss。主要是母鸡，咱不知道哪个残血了。别说了，没有残血。有，我刚才刷的。最多掉个20%吧，哪有残血的？有个半血的。你确定、啊？他们现在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对，绝对有个半血的，我进来时候有看到一只。他们那个火焰砸自己身上会掉血吗？不掉。不掉的。他应该是火。而且他们的火焰喷在丑晶晶身上也不掉，砸在丑晶晶身上也不掉。毛牛都不掉血，这什么意思？谁又找了一个？谁？又找了一个，七个了，老意思就是。看我怪怪怪怪！什么样的实力能把这波兵全部杀掉，这些 boss 全部打掉啊？我想知道。能把拖水里。如果我能把我硅谷八荒的那个剑修拉过来就好。哎，我们看到两个了。一发万神剑全给你压秒了，真的是疯狂的在追我。打是不可能打了啊，我们就在这看看烟花就行了。看看烟花。你看即使你有抗火，你这个被天上的陨石砸一下照样是二三十连续。这个丑地精一二三四六。目前我视野里面是有六只。好，那么到这里的话呢，英灵神殿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了，因为它目前有的五个 boss 呢，我们都打过去了，甚至最后一个 boss 呢，我们还两只一起打呢，也打过去了。如果说只刷出来一只，我们一群人围殴的话呢，几分钟就可以把它直接锤爆。至于最后这一批六七个 boss 呢，我们就不花时间去打了啊，虽然说硬打的话呢，磨一磨也是可以磨死的，但是太费时间了啊。英灵神殿这个游戏呢，目前还在一个早期版本啊，据说最终会有十个 boss 啊，目前呢是只出了五个，我们后面等它多出一点 boss 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回来玩。那么目前的话呢，我们就先做到这里。